日挑战第九日。今日我只有食完咧，我又我中意睇到小布布又再食完咧，我要带到礼物俾妈咪啊！我只有食完咧，我有切到三碗只有食完，我又同妈咪一齐睇到戏，我只有食完咧。我咧啱啱。今日我有食到文，朝早一瞓醒就收到礼物，然后咧系阿仔送俾我嘅，跟住晏昼阿仔又帮手接衫，我哋一齐接衫，然后我哋一齐睇小云，终于见到小宝宝啦，原来要百几集先睇到噶，然后今日仲有一齐玩游戏。創作了一個遊戲，新創作，然後阿仔玩得很開心，叫我再玩再玩再玩，然後他拍片都是用那個，跟住夜晚我哋一齊拍片啦，一齊自我實驗，俾我哋生活得更加有咩？更加清晰，更加有知觉，系啦。如果中意就 like、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